難關其實就是他自己的愛情的看法，他覺得每一段愛情關係上面去到某個階段都會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的。一生相依，我們開心的時間為何過得這麼快，不開心一個禮拜都好像整年，為何不可以用同一種態度來面對開心和不開心的人。其实就是好看当事人究竟的心态是怎样，即是他选择大家一起去度过那个阶段，定是说就这样算数呢？记得吗？很多人分手啊离婚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反而开心的时候又不珍惜，不开心的时候哇不得了放弃，为什么成日都自己是个受害者，自己一埲墙在前面。平时若果如果認識到一個真的很愛很愛我的人，這件事是會令到我想法改變。 Original 這個 idea 呢是我想回那時候做暑期工，它有一條運輸帶要來的嘛，幾千個盒圍著你，你動不到的，但你要慢慢解決咯，這些你清了之後你很開心，這些就是人生的過程一樣。即我現在說的東西，我想我10年後看回會覺得很蠢。